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。释法哲言十六。凡出语之余，无非也，未辞思为非也，言无师者，难以辞夺理之师，故为非也。凡是喜欢说自己没有错误和缺点的人，实际上其本身的行为已经具备了错误和缺点，因为他这种语言就是一种错误缺点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过？也就是说，每个人都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过失或错处。说自己没有缺点错误的人，是以此来强词夺理，为自己的过失辩护。那么其具体表现，起码在他的身上有故全面子等私心杂念，或者说没有忍辱自愧之德性。所以说，如果说自己没有错误缺点，其本身已经具备错误缺点了。这句话就是一种错误缺点的具体表现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哦。